我可没时间陪你玩，公道不在人心，在于节。捏，捏你的，轩子，要不要帮你的轩姨捏一个？<笑>我前面捏了我自己的，我不想看我自己的。 哎呀，太让我失望了，这个捏脸，这怎么就不是人脸啦？你疯了你！
都不好用，一点都不智能。行，你们发个驼子姐照片给我吧，发在那个微信群里，好吧？对，微信群发个驼子姐照片，好吧？捏我的一点都不像，我跟你说啊，简直就是在造谣，这个捏脸的，捏个啥呢？捏个啥呢？我都怀疑我自己长那样的，你看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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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度能有七八十？放屁！看着啊，捏了啊，像吗？相似度七八十？毛样了，哪里像了？眼睛真的像，哪里像了？我眼睛长这个样子啊？哪里像了？一点都不像啊！哎呦，你这捏脸灵活度太低了。什么叫灵活度啊？什么叫灵活度啊，大姐？什么叫灵活度？哪里像了？我都怀疑我自己了。五官还挺像，像哪里像啊？一点都没有啊，就嘴巴稍微有点像，哪里像啊？我啊，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你跟他疯了你？不会吧？难道我看到的我自己是左边照片的这个样子，你们看到的我是这个样子的？换一个，换一个，这还没捏过呢。我已经无语了。一毛一样了，哪里一毛一样比本人好看，你竟然说我还没他好看，我没他好看，你可能疯了，怎么就比本人好看了？你可能瞎了你。换一个，不可能，啊，不可能，他就我跟你讲，我的照片他竟然捏出来是一样的，我觉得他挺牛的。换一个，换一个。哎，脸终于变一变了，但是还是不像啊，大姐。我腮帮子哪有这么大呀？别造谣了，哪有这么黑呀？我怎么平刘海就不是人脸了？我不是人脸，我平刘海就不是人脸了，啊？啊？
我人都不算了。这里歪了怎么办？我歪应该没事吧？卧槽！球球的照片不行啊，球球的照片识别不到人脸啊，试过了，试过好多次了，不是个人脸。拿驼子姐的试一下，把驼子姐照片发出来，谢谢大家。哎，这张还不错，说实话，这张还不错，这张可以捏一下。这张老好看了，可是这张看起来，这个我的脸有点大呀，我的脸有点圆啊，我靠，后背都要捏出来，脸超大的，我的脸都超过了他的边框，他这个边框是人吗？还啊？我的脸怎么才能不超过他的边框啊？捏，沉。驼子姐照片上，兄弟们，上！驼子姐照片，免费捏脸啦！免费捏脸啦！洛星照片给张真脸啊！群里面洛星照片给张真脸啊！免费帮捏脸啦，想给谁捏给谁捏啊！免费捏脸啦，也可以放自己的照片捏脸啦。问大花哟。小叶开车队啦，他在菜市场发了好多哦，看到了看到了，驼子姐照片看到了，来了来了，捏脸啦，免费捏脸啦，来了，驼子姐上，小苏菲上，玩驼子姐上，应该行，我觉得行，应该行，我觉得能行。驼子姐的眼睛比我小了，小了，小了，哎呦，太像，哎呦，太像了，太像了，太像了呀！换一张。哟，大花保存了这么多驼子姐的照片在手机呀？哟，哟，换一张。像，一点都不像，这跟照片有什么关系吗？这跟照片有什么关系吗？不像，这个一点都不像，不像不像，一点都不像，不像，不像，不像呀，不像，不像。不像不像。再捏一张自己的啊。不像了。先捏一张我自己的，我的捏好看的，头歪了呀，这咋办啊？
还挺像，说实话，这个肤色确实挺像，这个肤色确实没有毛病啊，这肤色说实话还挺好看的，说实话这个肤色挺好的，挺好看的，挺好看的，比白皮肤好看。火龙果人，火龙果星人，哎呀，再捏个图去。这都是水友提供的照片啊，不关菲菲的事啊。不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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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照片好看，没有照片好看。哎，这张好看，这张坨坨好好看，这张坨坨绝美，找到一张坨坨的美照，真的超美。哎，我觉得这张坨坨真的很好看，好好看，好好看，它牙齿好好看，这张真的好好看，这是我看见过坨坨最好看的照片了，而且是路人的视角，太好看了，真诚一下好吧。不像，哪像了？不过坨子姐好像眼睛捏出来都是这个样子。这张真的好看，真不错。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还要帮谁捏一下？还要帮谁捏一下？还想帮谁捏一下？大家希望我帮哪个主播捏一下脸呢？我帮圆圆捏啊，我帮我妈妈捏啊，我妈妈的正面照有吗？我都没有我妈妈的正面照了。哦，有我妈的头像，可以。我妈的头像啊，给你们公开一下我妈的微信头像，好吧？哎呦，我帮我妈捏一下。什么？我帮朴老师捏一下，可以吗？朴老师不会怪我吧？先帮我妈捏一下。菜市场发点照片，来来来，发点别的照片，发点谁的照片？发点别人的照片。发个周姐的。周姐的有吗？有个男孩子，朴老师有吗？朴老师的，百度一张发给我。我要吐了，我要吐了。Jenny 呀，捏我们家的 Jenny 呀，你挺狠的呀。你好像蛮狠的呀，好看，你确定这好看？你可能疯了，我觉得。你可能疯了，我觉得。你可能疯了，我觉得。来一张 Jenny 的照片吗？
为什么他都是丹凤眼啊？明明人家接你就不是丹凤眼、啊，他每次我也是每次捏出来都是丹凤眼。你这个跟我挺像的，说实话，不是跟我挺像的，跟我的脸捏出来挺像的，所以我的脸约等于接你的脸，我的脸约等于接你的脸。哇，周姐这张照片也太吓人了吧！他们让我捏这张，这样也太吓人了呀！这怎么捏啊？这识别不到人脸吧？这张照片太……怎么？这怎么识别人脸啊？这怎么识别人脸啊？这都识别不到人脸。这张也太吓人了，这张吧，这张我觉得还不错，这张，这张，哎，耶，保存去哪儿了？不像，不像，不像，一点都不像，不像。这张可爱一点，不像，不像，不像，哪里像了？不像，不像。这样要捏朴老师的吗？不好吧？那我捏一张朴老师的吧。小苏菲不会被告吧？耶？朴老师的照片呢？我保存了，去哪儿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等一会儿，我们去捏男装吧，要不？我放弃了，我不想捏女的了。我能让男人们的心跳加快。去看看我当个和尚漂不漂亮？牺牲自己。我去当个男的去。我自己用这么好看的照片去给他们用那个我操，这是什么？这个放大双眼吓到我了，吓到我了，哎呦，吓到我了，吓到我了，吓到我了，真吓到我了。哪里像啦？睫毛倒是、这么长，睫毛倒是搞这么长干什么呀？我
我这个我做个男人就这个。就这呀。一毛一样。驼子姐眼睛怎么这么小啊，驼子姐眼睛你也太小了，驼子姐眼睛。这小眯眯眼，就这眯眯眼，这个够女人了吧？捏个这个，来，给飘老师。不像，朴老师的梨窝都没有了，不像，一点都不像，哼，不像。我妈哭了。她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不像，舌头都没吐出来。这两张图有什么关系吗？啊？啊？吴彦祖，哈哈。哎，我感觉就是会这个。吾乃天海，我宣布。我叫胡桃，是土一。找我，那就算找对人了。狼头伸进羊。说实话挺像的，这个真的说实话挺像的，这不管从哪儿看都挺像的，这个嘴巴也很像，嘴巴像，肤色像，哪儿都挺像的。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来，给我美女捏一个，给我自己捏一个。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
见这回事。哼，不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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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的偶像捏一个吧，给我的黄宗泽捏一个。黄宗泽，那没事了，那没事了，我还以为我就长那样呢。那没事了呀，没事了呀，没事了。这是谁啊？这个是谁啊？这张照片认不出是谁啊？这张照片，我保存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认不出是谁、啊。这是罗杰吗？这是罗杰啊？这完全就不知道是谁啊？这都不是人脸，大姐，这都不是人类啊。没了没了没了，不捏了，臀血捏过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哎，这让驼子姐正常点，给驼子姐捏个正常的，给驼子姐捏一个好看一点的，好吧。一毛一样，一毛一样，不捏了。嗯 ，nice。嗯，一毛一样，一毛一样。哎，这东西能不能关了？我这都点不到那个。这谁呀、啊？一毛一样啊！我打游戏去喽。现在出场。我会让敌人们。安息。一毛一样。组队，这咋组队啊？怎么开呀、啊？我想想。这是我呀。是我给自己捏的脸，咋了吗？游戏去了，走，自动补充队友，我去跟队友聊天了。嗯，游戏呢？啊，闪退了。嗯，游戏呢？啊，闪退了。啊，咋回事啊？
开加速器。我没开加速器。游戏被恶心到了。好吃呀，我在吃那个。嗨，你好，咋回事啊？今天这个，今天怎么不能玩了我？嗯，我昨天一点都不卡呀，我昨天一点都不卡，今天怎么卡起来了啊？怎么这么卡？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嗨，我靠，我怎么这么卡？挺好玩的，为什么我能听见有人在抠键盘啊？好了，我又听不见了。怎么？为什么这么多任务啊？好了，我又听到别人在抠键盘。我也不是已经关了吗？喂喂，听见吗？你好，好像就是按住 T 就能说话了。按 T 可以说话。对对对。暗喻即将蔓延。对，我现在应该是自……哎呦，有人打我！救命啊！快跑啊！救命啊！快跑！我找到你去，我找到你去，因为咱们离得好远。
会是真人吧？不是一开始都是人机吗？我怎么就死了？我被人机干死了。我觉得应该是真人，真的。第一部真实的故事。我要洗它了。啥意思？魂坛在哪里啊？看一看。我去找个魂坛。就是那个地图上一个小环儿，那个金色的小环儿。就是谁截这个卷轴，我那个任务。旁边怎么又有人啊？我是这么多人，我要逃跑。需要更多的飞速。小队语音关了呀，能不能自由切换一下？我老是听到，我就这么就死了，都怪我刚才太卡了，都怪我刚才太卡了，跟我的实力没什么关系。我们走吧。
OK。找找武器。是吗？什么东西啊？好功夫，这嘴都能当武器了。哎，下去。懒人，懒得走路。哎，下去下去。啊，我的武器格只有一格啊。武器格子就只有一格呀，啊！不要老是乱开枪啊！下面可以拉出来，什么意思啊？我武器格只有一格，哦，这个，哦，明白了。鸟铳不是挺好的吗？我还是拿鸟铳吧，然后再拿个刀，拿个刀好了。下来，就这样吧。什么操作啊？队友吧，暗域即将蔓延。哟，谁在打我屁股啊？兄弟们快跑，啊，开始变得有趣了。以阴之力毁灭一切，阴极真神的注视如照万物。啊，开始变得有趣。哎，救我啊，我旁边有人。上树了，人呢？本该如此。
刚刚很危险。帧数好低是什么意思？帧数低不是应该好吗？帧数低是不好的意思。鸭嘴兽杀了你才是鸭嘴兽。啥玩意儿？凡是什么意思？普通是吧？是普通的意思吗？前面好像有人呢。我的护甲在哪儿看？凉，这个好一点。去哪儿啊，兄弟们？那去这儿吧，去这儿吧。白蓝紫金色 ，OK。主播飞左都不会，你闭嘴。上树，哇，这树也太高了吧！我的妈呀，我竟然哇可以站这么高啊！这谁打得到你啊？啊？说实话，这个游戏真的很好躲起来，躲起来非常的方便。想任务，哪里看任务？淘汰。好挤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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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棘真神的注视，一挑二，熟悉的感觉。冰神大人，盯上你了。太弱了。还有机会。喜欢用这个大刀。蘑菇是什么东西啊？啊，蘑菇就是紫色的。购买。这什么东西啊？魂玉福袋是什么东西啊？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买一个试试，反正我钱多。
运符袋是什么东西啊？魂运符袋是什么东西啊？魂玉扩容是什么东西啊？没钱了，捡石头了是吧？魂玉是石头了是吧 ？OK。明白明白 ，understand。暗域即将蔓延，其阴之力毁灭一切。看看圈。什么护甲？还没看到金色装备是吧？玩意儿还能爬山呢，挺牛。还有空投啊，那跟吃鸡也太像了吧。阴极真神的注视，熟悉的感觉。下面有人。
栏杆啊，我在这里啊。太疼了吧！刚刚很危险。太弱，阴神之眼，盯上你了，这就死了。死得挺快啊，老天！我的护甲还好吗？还有机会，即将到来的恐惧吗？不是单机游戏啊！哎呦，这里还有一个人，别跑，小伙子，来把你宰了。痛苦中颤抖，啊！别打了，更能打的吗？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怎么就败北了？这应该是真人吧？这一下，狼族一大白，你不救人的吗？哦，我都不知道我队友死了，不好意思。怎么看这个？为什么他的刀比我看起来贵一点呢？而且他什么东西好像看行头都比我好啊？对呀，为什么？为什么？气死了！我也要去满身行头。我队友死了啊！队友死了，好好不早说。我也要去买些行头。我会让敌人们怎么给我的英雄买衣服？说吧，怎么给我的英雄买衣服？领钱，哦，这是什么呀？哎，这也太丑了吧！我穿什么衣服都丑。买等级是啥意思？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反正也会清档的。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应该会清档吧？呀，没钱了。解锁十个。这也太普通了吧？别人的装备不能比呀、啊！这个还可以，这个还可以啊，还可以。啊，可以买的。等一下，我要跳过。完了，那我把钱花光了，我。哎呦！把钱都给我花光了，返回。糟了糟了糟了，没钱了。武器，哪里有武器啊？哪里有武器啊？好看啊，拆解浪潮秘密侠侠解锁，我没有啊，这个好看呀、哎、没有侠侠呀，还等什么？我叫胡桃，是土一门家的天才阴阳师。我能让男人们的心跳加快，玩个这个吧，也能让……但是他的脸好丑，随便捏一下。要做个胶，
真人了，第三把也碰到真人，讨厌，我就想打人机。我只接受一种结果，就是胜利。我的阴阳术可是很厉害，任何利益都是。这是选哪个出生点？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着啊？看到出生点，我们的出生点在哪儿啊？你怎么你怎么这么丑，姐姐？谁说呢？我这么漂亮。这你太丑了，你这个人。哪里丑了？哪里不丑？按错了，哎呦！飞索不够了。破烂呢？我去接悬赏。悬赏怎么接啊？悬赏可以奖励钱啊，奖励东西。哦，你悬赏的话是不是叫杀指定的人啊？没有，看是什么任务，或者是杀人，或者是敲钟，或者是找宝藏。哦，是要在指定的地点接的是吧？没有，没有，就是他有个符啊，在地上一张旗啊，你按着一步搜就行了，找到他。哦，明白了。金甲哪里有金甲？我有金甲了。嗯，诶，真的耶。嘿嘿嘿，金甲给队友吧，不给。我来了，我来了，你哪里？旁边有个人哎，完了，出大事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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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救命啊快跑。拿近战拿近战你拿近。等一下等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怕金甲别怕。等会儿我先走一走我先走一走。我让我缓一缓缓一缓我冷静一下自己。别追了别追了。死了。OK, 谢谢。我的武器怎么不切、啊、暗域即将蔓延了。哇这长剑好像长得好漂亮啊。阴之力毁灭一切。姐姐姐姐你的蓝甲放哪里了给我啊。什么蓝甲我看到了。OK。你是哪里人啊是湘潭的湘潭的。长沙湖南的 okay, 湖南长沙的听出来了这个口音你呢我那个啊你不这样不这样了打架打架是时候进入黑暗了无语哇幽的御魂哎我也太好了吧运气可以来商店我有钱会买东西 OK 商店我去上商店商店在哪里呀、啊、哦在这里获得了寻宝任务。嗯，哪有宝？哪有宝？寻宝任务那个地图上有看吗？嗯，有要找。他在打架，先去帮他。哦。我这里有商店可以买，来，你们过来，我给你们买点东西。哇，还能帮队友买东西的。这游戏多少钱？这游戏不要钱，目前不要钱。公测。商店在我这里啊。杀人去打神秘杀人，等一下。去哪儿？满装备骷髅。
狩猎的可不只是猴子。这点伤痛不算什么。谢谢你。我怎么变灵魂了？我死了。哎，没死。哎呦，谁在打我？哎，你不是金甲吗？拿刀跟他拼呐！你甲很重。金甲有这么猛啊？呀，我金甲去哪儿了？哎，我金甲被谁偷了？他给他给。现在被谁偷了啊？我甲为什么还能掉的？是不是我换了一个甲？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我先去寻宝。暗域即将蔓延。我也要寻宝。谁在开枪啊？谁啊？哎呦呦呦！还有人呢！阴之力毁灭一切。开始狩猎，现在还不行。对他来说，这也是解脱。这个人该不会是个真人吧？定真人，你没带。我去扶队友了，是不是队友倒了？是不是队友倒？是不是队友？哎，这不是队友。谢谢。都死了，都死了。什么？这怎么还有怪兽啊？这儿。后面有个人，他瑟瑟发抖。对他来说，别在圈外面，快进来！
没事的，来救你。我这里人好像有点多，我还敲垫子。我去救他，我去救他。别别别，我敲垫子了。不用救了啊。是，啊，救不了。我怎么可能被人机打死啊？你甲都不补，打什么？这还要补甲呀？不会了吧，我怎么研究一下怎么补甲。这为什么我就复活不了了呢？刚才还能复活的呀。护甲粉是补甲的哦。总有男人想引起我的注意，但要是真被……怎么都玩的女角色？明白了，这把我认真了，不多说了。锁不够了。哎，怎么还掉下去了？
怎么离得都这么远啊？这把，这离得也太远了呀！行啊，这样我就没刀了呀。听到脚步了。旁边都是人。魂是什么任务啊？不懂，啥都没了呀！重新复活。哎呦，碰到鬼了！毁灭一切！队友，这里有人。我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没武器呀、啊！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操，前面也有人，我太难了，连刀都没有，怎么全是人啊？这人简直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啊！别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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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啊！别打了，别打了！大白！我的队友也跳辫子了，还有一个队友呢，还有一个队友在嗑药。哎呀。
捏脸也太离谱。你以为我穿成这样是为了取悦你？嗯。你好。这里好像挺有钱的。嗯。这个人的名字也太黄了吧。我怎么着火？谁啊？我吗？是你吗？那个叫什么哥哥的？哦，不是。我的啥也没有。不找找，这里应该挺有钱的呀。我决定我要搜一个金甲然后躲起来。我还以为送给我呢。躲哪儿啊？不知道，看情况。我连人机都打不过，我真太菜了。有人啊，怎么有人在射飞镖呢？哪有人？我来了。不知道，可能听错了。谁在开炮？声音啊？
哎，有人，有人，有人。在哪里啊？来了。暗喻即将蔓延。在哪里啊？我下了。谁在打架？太弱。极阴之力，毁灭一切。好多吧，是时候进入黑暗了。好的，标个点，标个点。哎，等一下，卧槽，那啥归元是啥玩意儿？不知道，好多应该往我这个方向跑。这绿色是不是挺好看的？太喜欢了。我不信，我这把金甲还死得掉？不可能，不可能死了呀！不是可以复活吗？就复活一次。可是你复活出来，你身上什么东西都没了，你碰到人就死了。是谁在开枪？是谁在发射弓箭？外面有人吗？我们在打人吗？哦，哎，怎么还有人在发射弓箭？哪儿啊？没有飞锁了，没有飞锁都没了。啊！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这个武器夹太满了。你要不要？要 ，Chicken now 要。谢谢谢谢。捡不下了，再扔个武器。OK OK。OK OK， 跑毒跑毒，跑歪了。你有子弩是什么东西？射一下，试一下。射不中人啊！我这子弩都射不中人啊！那就是人。没有耐久了，再见。原来是这么射的。
我们不是圈吗？对哦，去哪儿啊？不知道，不想要。哎，有人打我！哪儿啊哪儿啊？看到喽！得用一下五倍侠。哇，我这弩好强啊！是我的弩强还是你的？下面还有一个。来把它射了，还有一丝血，哎，还吃药了，好家伙！Let's go！ 我都没有五弹夹了。子弹呐，子弹！走走走！你咋？绿色的好看吗？喜欢吗？我操，哪有商店啊，看不着商店啊。这我标了点儿，即将蔓延。你标了点儿在哪儿？怎么有人在打架啊？我怎么听到？蓝标，蓝标，蓝标，蓝标。极阴之力，毁灭一切。怎么这么穷啊？我也太穷了，不买了。蓝月是干啥的？搞任务啊，这是干嘛的？获得了，然后来用使用武器或徒手击打指定铜钟。铜钟在哪儿啊？不知道。不知道啊。铜钟是这个吗？是那个地图上有一个标志的那个地方吗？有可能，我去看看哈。我去看看。
应该是。但是不要来了，应该来了。哎，这儿这儿这儿，你来敲一下。完成了，有什么奖励啊？完成了。不知道啊。没奖励哟。给钱了？好像是给钱了。给钱了，给钱了，我再去趟商店，应该是给钱了呀，给钱了，给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魂玉不错，这个魂玉挺不错的。小玉，听到有刀的声音吗？不是有人。直面即将到来的恐惧吧。哪有人？哦，都死了。外面有。哦，我们在毒圈。外面有，外面有。我屁股后面好像有人啊，听脚步声。这药不错，在这无尽的痛苦中颤抖。跑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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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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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死了吧。好啦，三打一、啊、雨即将蔓延。什么三打一？还有一个人啊？对啊，那、啊、估计是真人，可能赢了，这人毒死了，队友，队友把人淘汰了。极阴之力毁灭一切，居然吃鸡了，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正常吧？我可是拿了金甲的，我靠，我的伤害只有1600，他们的伤害有10000多啊？咋回事儿呢？哎，我发现我玩这个游戏的，我匹配的队友啊，那种男生队友，听他们的声音，感觉年纪都很小，不错不错，好游戏，感觉都是小奶狗，上来叫姐姐。爱得很深，所以心会回疼。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一样真，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另一个人。这怎么就老牛吃嫩草了？喜欢年纪小的是吧？那肯定啊。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太多疑问，直到答案如何？有啥用？真正谈时候连对象都不到就被劈腿，哈哈，你是不是有这个经历啊？这么不相信爱情，肯定被劈腿过。快乐更真实，爱为何要样的讽刺？我忘了这是第几次，一切你就无法坚持，孤独的拥抱更真实，爱让失去了理智，会不会是我太自私？年纪小，身体好。
学歌，不能再玩了。这个歌好久了呀，你也喜欢听？那个许 ，Hello， 酷狗，许唱的挺好听的。这个许俊允，哇，他的名字好难读啊！许俊允，我的妈呀！三个水母，写 ID 歌的三个水母。谢谢 ID 歌的三个水母。你说的话在我心中生了根，爱的很深，所以心会疼，会疼。在我的心中。血亏，谢ID哥的三个水母啊！像我一样笨，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你为我一个人，我等，等笑容换成泪痕，爱在半杯的时候。寂寞姐姐干嘛不上班呢？寂寞姐姐在家带孩子呢？原来容忍不需要天分，只要爱。放着歌打游戏，我不会被骂吧？我怕是公放，你知道吧？算了，我要下播再学吧。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和队友保持沟通，密切配合，才更有胜算哦。这一把再找个金甲，然后躲起来。小贝，请看好。寂寞比快乐更真实。
我也太蠢了吧。开始搜喽。飞索不够了。真不错。我觉得下面有好东西，上一把就是在下面拿。寻宝，我要接受寻宝了。什么开启指定宝箱在哪里啊？这个宝箱在这儿。 OK OK， 寻宝。完成了，起飞，起飞，起飞，哈哈哈！怎么又获得了寻宝任务？哦，完成了寻宝任务，可以可以，等会去找那个商店买东西。飞索不够了。飞索不够了，就这，就这啊！好像有人在发射弓箭，有人在打人。去商店那里，好，去商店。哎，商店在这儿。OK。是谁在开枪？是谁在开枪啊？飞索不够了。好多钱啊，暗域即将蔓延。矿区在哪里啊？是在这儿吧？基因之力，我也不知道呀。毁灭一切。这里挺肥的。哇，真的肥这里。好像我记得这个矿区里面老肥了。这儿，哇，这也太肥了呀！
这扩容就是免费送啊。再找个金甲去。子健哪里呀、啊、子健。呜呼耶嘿。呜呼。这也太有钱了。是时候进入黑暗。这个已经破不了了是吧，那我就扔了。破的流油，小苏杯，小苏杯。这个为什么不带上呢？啊，为什么不带上呀、啊、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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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带上。拿着给队友，可以吗？哪里啊？我刚刚那个子箭在哪儿忘记了，打算给队友标个标记，标个标记好不好？拿着吧，拿着给队友，拿着。我队友在哪儿呢？我去找队友去了。知道我的队友在，我队友也太远了吧，我吐了呀，我的队友也太远了，十万八千里啊。没什么好买的了，我太有钱了。你要紫剑不？太和，队友标记了一个紫石头，谢谢。我觉得他应该挺有钱的，谢谢谢谢。哎，队友在上面，我要给队友紫剑。队友呢？队友在下面。嗨，太和 ，Hello， 太和，给你一把紫剑好不好？下一个是谁？的一击，对他来说，这里等我，我要换个长剑。别打了，别打了。狩猎的不只是宝剑，
貌不错。要不看我是个美女，我怎么就是个美女啊？我这个游戏里面也太丑了。哪里有那种任务阶级？扩容，我这武器扩容都这么多了，我不想不想再扩了，多拿点刀。暗域即将蔓延，哎，有一个绿色的。又是武器扩容，我可不要了。怎么都是凝血啊？我搞多搞点。极阴之力，毁灭一切。可以，就这样吧。跑毒啦！两个队友在哪儿？这儿有人打架了，快来帮忙呀！抱歉，土雷之力不属于你。没有脚步声，又打起来了。怎么还有毒武器啊？鸟铳不会用，算了。这药不错。没有耐久了。
多钱啊，这把。这也太多钱了呀。任务哪里有接任务啊？我去接个任务去啊！直面即将到来的恐惧吧。我去接个任务哦，兄弟们。不会死了吧？我接任务接死了，不会接任务接死吧？在这无尽的痛苦中颤抖。小黎是什么？这是什么？又有人在打我，好像。我要接任务去了。哎，怎么不能接啊？啥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暗插祭拜，无语。我要跑毒了呀，我吐了，还有人在打我，谁在唱歌？短暂的人脉。哎，我的队友在呢。将蔓延。这火冲也打不动人啊！我靠！哎，我去帮我的队友。跟丢了，啊，好多了。人呢？不见了。
了，对面的房子里，对面的房子里有人。都是金甲，他们这么有钱啊，吐了。暗域即将蔓延。把大刀吃了，呜呼，紫石头。哪有人啊？极阴之力，毁灭一切。所不够了，机位都找不到。总有男人想引起我的注意，但要是真被我盯上，哎，学长，跟我，跟我，跟我。
啊，有声音没？你好。有了，有了，有了。我第一把。你第一把没关系，都是人机。但是我比那不是的，我有分的，我有分的。那我那我第二把，第二把。我比人机还菜，我超菜。我等会儿就躲起来就完事儿了。外观不错啊，嗯，还行还行还行，还可以吧。我要去那个地窖，地窖巨有钱。我走了，拜拜。哎，你不睡啊？锁不够了，这里还有一个寻宝。哎呀，然后你这个自由门怎么开的？我也不知道呀，可能我想想，应该是按 I 吧，我都不知道怎么关，我一直都是自由门。这么牛逼的吗？哇，怎么这么多任务啊？谁接一下？我这个接不了了，已经。团队共享的，这个任务要做完才有用，做完才有用。哦，那去做吧，那去做任务去。好远啊，这个任务。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在这里标个点。解锁不够了，最重要是什么？长剑还是大剑？还是那个哦，玩剑，玩剑，玩剑。我好穷啊，这把把不字呢？我要去搜一点好的东西。完成啦！哦，完成了，大家都有钱啊！是吗？是都有钱吗？是，我去把那个接一下。我们好像离毒圈挺远的呀，我去把任务。怎么会跑来得及？我这边看到好几把紫色的连弩。标一下，你捡的枪。哎，这个钟在哪儿啊？这怎么标的？鼠标中间那个键就可以标了。哎，那个钟呢？暗域即将蔓延。钟在上面。你这个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哦，失败了。好吧，我走了，告辞。
极阴之力，毁灭一切。影子干什么？影子，过刀，过刀。我他妈单排被人当人击杀，我跟你讲，雷猛那些人上来就把你刀震掉。他们之前测过了呀。挺烦的，我震不掉他们的刀，他们随便震我刀。是时候进入黑暗了。我刚才在开那个东西乱杀，那个什么东西啊，乱斗一样的。这里有个紫的火炮，你要不要？不有了。其实玩起来感觉这游戏和九阴好像啊。你九阴只看玩过，你有没有玩过？对啊，我看你玩的呀，就感觉那些有一些动作都很像啦，包括那个飞索什么的。九阴里面也有这个吃鸡模式的，也挺好玩的。就是九阴本身没人玩，就是。哎，怎么跪不了啊？我吐了。玩什么都无脑玩尽。兄弟，我碰到人了。我先跑。啊！等一下，我家里来人装电信，装那个宽带嘞。好吧，不演员吧，我操！我待四点四十分还要出发去接我老婆。拿到了，找个商店消费一下。是的。累死我了，这个吧。喂，宇子，怎么？你不会要挂机吧？啊！我操！也会啊！我操！我十分钟。应该不算我坑吧，我十分钟啊，十分钟他妈的一把都结束了呀。多动症怎么，我怎么就多动症了？还有39个人。哎呀！哎，我掉了个太刀子，你们有人忘太刀吗？不会。啊、这把打完，这个好人，一个好人。哇，那里有个。速战速决啊！好的，光灯手下。哎，有人，前面有人。冷机吧，过刀是真的舒服，一刀下去就直接半血了。这把蓝过刀，我紫过刀，不然哪来这么高伤害？
那边还有个，那边。C 加小跳是什么？这他妈几队人啊！哎，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他们人太多了。哎，怎么拉？在哪儿啊？这么猛的吗？怎么拉？怎么拉人啊？我好像杀了三个。我杀两个。没有没有，我刚才是让他拉开一点，拉开一点，结果他把人全给宰了。那我这把任务尽到了吧？我杀三个应该不算坑嘞，我可以退嘞。呜呼，这个极品哎，第一次见到。你笑什么？操，这边又来人了。我一直在捡东西，搜东西。说实话，你这个连弩伤害有点高啊。对的。暗域即将蔓延。好，十几个爪子全都扔光了，刚才那边回。极阴之蓝甲，我捡了呀！毁灭一切。哎，刷空投了，刷空投了。空投啊？怎么看空调啊？哦，是这个吗？不对呀，这是爆炸区。是这个，是这个，他马上那个圈撞完就刷出来了。哦，这样子。哇，这个指甲。下面有人，下面有人，下面一队，下面一队。等我，等我，等我。哪里啊？我瞎了。那不得等你的，战神呀！哎呦，我都看到人了。你要吗？你要吗？嗯，不要了，我拿个。要给你吧。我拿个。我拿过刀就行。我拿个弩就行。不要了，不要了。刚那个应该是真人吧？这么有钱啊？都是真人呀，只分菜不菜的呀。
妈个逼，捡东西好不熟练，我操！三十五嘞，找人找人找人杀找人！哎呀，十分钟你不得一把？去哪儿啊？空投呢？没有空投。不是被剪掉了吗？啊，有人有人有人！哪里啊？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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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树上去了，这个糟老头子，上树了。哎，怎么上树快啊？怎么这么爬？我怎么这么慢？为我鸣金。啊，好多呀。谁在开枪？谁在开枪？直面即将到来的恐惧吧。修刀，看我来了。做狩猎的，吃饱了。死光了是吧？怎么他妈都是这个地界的啦？那你们分低一点吧，可能我三排风也不高的。我没风，那这是我第二把，我操！第一把人在这无尽的痛苦中，这是第一把三排是吧？颤抖。我昨天单排第一把也觉得所有人都很菜，然后玩了几把，玩到1400来分吧，1450左右。乱杀没吧，下去就成盒。有得用一下五倍翔。站着修。逃跑也挺快的呀，对吧？抱歉，我操！我他妈被震着了。下一个是谁？怎么这么高？和尚，我操！谢谢。哎，我刚是不是有人？我操！三打一被秒一个，会不会玩？应该还有人吧？太高了，我操！没啦。哎，只剩四个人哎，除我们之外。是的呀，是的呀，这节奏是比正常吃鸡快很多的。嗯，这药不错。我没玩过吃鸡啊，一般没玩过。起码就跟那种就节奏稍微那个嘛。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这里。这边一个三十队，太远了，打不到他。再去弄点这东西吧。和尚开大嘞，和尚开大嘞。
暗域即将蔓延。没了。救我救我。还有人。对，我都忘记看他们有没有吃鸡了呢。吃鸡了，你跑啥？哦，这样子啊，早说啊！这么肥的装备，确实肥呀、啊。好热啊，还要不要玩啊？再玩一把，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吧。接下来是宝藏猎人的表演时间，可别被我迷住了。跳哪儿啊？怎么都有人了？我吐了。这里人会不会太多了？到这儿。这儿吧，黑锁不够了，淘汰指定玩家，淘汰一个韩国玩家，这也太难了吧，吐了，这任务也太难了吧。那个地方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着啊？
将蔓延。是时候进入黑暗了。
反了。没有飞锁装备吗？不知道哎，看等会儿看心情，应该没有。空投。打架呢，蔓延，
谁打空气了？我明明就在打人。极阴之力，毁灭一切。点伤痛算什么？谢谢。这点伤痛也算什么？颤抖，这点伤痛也算什么？
感谢你的帮助。谢谢你。感谢你的帮助。这样不错。感谢你的帮助。谢谢你，谢谢你。哇，这就是传说中的奶妈。暗域即将蔓延，飞索不够了。可能是电灯泡，我也觉得。我靠，这个有点搞笑了，我觉得。没有耐久了。这不行啊，这个射程。不行不行，这个。我要下来，我要下来。我怎么下来啊？我操！我怎么下来啊？SHUT UP
结束啦。啊，伤害怎么就3000啊，我这个菜逼啥也不说了，不玩了，拜拜，下了。拜拜，告辞，晚上再见吧，拜拜。不知道几点来，不知道，应该晚一点吧，没力气。我去学歌了，拜拜。8点以后吧。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没有奶妈的伤害高呢，我这伤害。啊，晚上有活动啊，我都忘了，我靠，晚上什么活动啊？我去对一下，拜拜。那就是活动的那个点来，好吧，卡着活动的点，那就是8点。好，拜拜。